喇叭点。刻苦的精神，好，我是雨昌，好，我是雨昌，哦，怎么动到了，有谁可以动了，好好好，那我再代表 GDV 来占领一下议事堂。那现在大家都知道电视网络一边一国，那如果你是一个乐听人的话，你没有办法去影响到电视广播和报纸这些东西，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用网络的方式去把我们的讯息推送出去，去改变这个社会跟这个环境，但是我们影响不到，我们需要发挥更大的影响力，所以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呢大幅晋级的郑宏，然后好威的国防部啊，还有永远状况外的服贸协议，还有一个找不到方向的政府。那俗话说得好，举头三尺有乡民哦。就是这年头大家都靠 PV 爆料来办案，然后靠 FB 来看 NGO 组织的消息，然后自己做懒人包，然后自己把事情编上 Wiki。 但是有些东西叫版面啊，随着时间的经过哦，占有表面的比例会下降，那乡民是健忘的哦。当工作繁忙，新的事情又跑出来，那很容易就会忘记，然后就会老天赐予的机会就会出现了。冰淇淋还站着哦，房屋已经倒了。再想想哦。你还记不记得这些东西？毒淀粉，你还记得吗？零一四，官场工人，对。其实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啊，民主不是投票动算啊。那所以脱缰的政府来自于未尽责任的乡民，我们大家都有一份责任。那为了避免事情失焦，所以我们 GDV 的人发起乡民关心你的计划，然后专治将乡民健忘症。帮助乡民不失焦啊，那我们需要一个地方整理议题的相关文件、事件脉络，让自己可以 自动生成懒人包。然后你可以在上面看到，比如说这个是吴敦义的笑话大全集。你可以看到一个事件、一个议题是怎么样去发展的啊。那我们也需要一个地方汇集民趣哦，弄起联署、专题报道、参加公听会这些，然后需要一个地方追踪政客和我们的政府做事情的进度，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做笔记、发起活动，或者是给自己立一些 action point 或者是抵制的东西这样子。可是我们做的还不完整，现在目前呢还在 UI 设计的阶段哦，所以还有很多竹繁不及备载的专案哈，比如说有个专案，刚刚我才听说，我名字就叫世界奇观哦，噔噔。那我们需要更多村民啊，因为我们需要木头啊，一个人不够，请大家一起来帮忙分身伐树。我引一下。这句话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，这句话送给所有做 open source 的各位。进入广告，8月10号，我们会举办第4次的国民大会黑客松，欢迎来找我们。然后呢 ，We want you to contribute。然后我们是一小群别有用心的偏激分子，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占领凯道。好，谢谢大家。